接顺便，接顺便。宾馆那边的事，你们就不用管了，单位会安排好。老局长干了一辈子革命工作，大家伙都说，要好好送他这最后一程。另外，郭局长的工资都发一年的。郭局长是我们老局长了，你们现在还有什么要求，尽管提。 兰心，妈，兰心，爱你，我想送叔叔一程。 喂，说你这是咋了？我想看看爸。媳妇儿，你刚流产，身子虚，还是别去了啊。去了，有点激动。我想给爸守灵。
放心吧，大哥大姐他们都守着呢。等住吧，我想跟爸说说话，我想跟爸说说话，爸再也进不去了。